真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，倒霉催的我。谁啊？老高啊？你看你给我弄的。你确定这样可以？当然可以。我可是生活小能手，哪跟你呀、生活小白痴。好像有人上山啊。应该是我姐。你姐啊，打电话的就是她。那我得赶紧躲一下。哎，我姐来了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上次你姐看见我们那样，这次又看见我穿你衣服，她会误会的。我们找地躲起来。苏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那女孩还来给你做冰淇淋吗？来啊。这女孩看着挺可爱的，懂事又细心，虽然吧，看着有点傻乎乎的。但是从他解决事情的办法来看，还是个挺有想法的人。是吗？人家喜欢你那么久，你也没反应，人家当然会生气了。所以啊，以后这种事情你还得主动点。你看，我衣服都让你弄脏了。我衣服不也脏了吗？怎么着，你还想让我给你洗衣服啊？对啊。不行，我不给你洗。哎，你穿上，你别脱，不给你洗。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这床怎么都换成双人床了？我发现我这几天没来这儿变化挺大呀。刚才躲在床下还是床上啊？你不是应该喜欢惠子那样温柔知性端庄又有点小鸟依人的吗？是啊。他不就是那样的？你什么时候瞎的呀？你管我。哎，你们慢点。我就说我是第一吧。哎，你厉害。咱俩呢？咱怎么不嘛？我是不是傻？